四战全胜，对对，确、就是、定打进冠亚军赛，没错。哇，你可以看到 Henry 一个这种速度的切入，然后竟然被本土的打一个火锅，你就知道。哦，好球！哇，直接发到篮下，真是发底线球最完美的了。你看，每一次几乎每一次出手都会主动在三分线。嗯哼。直接传到篮下，看到一个快攻啊，好球！哇哇！进攻时间，小卡可剩下六秒了。好球！你看四念就传一个地板就给了。Pick and Roll 防守做得非常，Pick and Roll 这个进攻做得非常顺畅。因为年龄渐渐上来，是骗不了的。哦，全场的压迫一下哦。其实台银在全场压迫。造成了蛮大的效果。嗯哼，那如果可以早点用的话，其实应该可能掉不进去。